阿天，在我们村里呢，只有我跟两个是最聊得来的，所以说蛮多心里话，我只跟你一个人讲。我也觉得，我就会跟你来玩。呀，催我呀！呀，今天请你们两个搓哈。那卡个啦？这两个丫头子回来了，说要把我街上给我买衣裳个，我不要啊，把两个娃儿嫁起去的，没办法的，你们搓哈啊。好，那慢卡。啷个？催我要的两个丫头，找我们打一年的工，回来就把个楼房租了，装修豪华的很。这是我搞的，多钱？我哪晓得呢？跟我想了，一年的时间拿了很多钱了。哎呀，这是无可貌相的。哎呀，这些是包裹了。呀，是你们两个啊？今个是要整着去收摊子啊呢？我的肉卖的便宜啦，玻璃多小呢？要的。赶紧发财哟！还两个钥匙你要不要？还两个钥匙你要不要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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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，我拿回去。你那个错哈，慢看慢看。真好东西都不要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从来不信其他屋头的主子。问我，你跟我想的，问我买的便宜的。呀，是的噻。呀，三，赶紧叫我来给你。哇哇，拿我！看到你，全村最难是你啊，兄弟，三十好几的人嘛，还是个光棍。我看一下的，他们这一生是找不到姑娘的。哎呀，全村没得一个好东西。这小狗子的，一两个没屁事，不会再搞甩了不？还拿舌根子？这个老家伙。也不是个好东西。